日本啊，美国在我们这边呢，钓鱼岛，我们的钓鱼岛在演训。然后呢，中国大陆呢，现在他把他的解放军的军机的巡航的这个范围呢，也都这个扩大了。大家都在做这个准备，台湾怎么应应呢？因为台湾说钓鱼嘴巴来应应，钓鱼台是我们的嘛，识别区进行操演。我们跟美国刚刚签的也是为了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做努力。开战！他在此修行五十几年，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我还是头一次见呢。那到现在为止美国也没有说主钓鱼台的主权是日本的，没有嘛？所以这个时候你都要去表示你的态度啊，你不能不表示你态度啊，狗也要去尿个尿啊，狗也要去尿个你的便这样，你们要自立自强啊，你的便这样，你们要自立自强啊，不尿啊，对不对？这表示我的 territory， 表示你通通没有表示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很奇怪吗？持兵杖，领我者，必入。